复杂的呢，就是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想要待在你身边，近距离的观察你。那简单的呢？简单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种种原因，我很需要你。教授，你是不是早就记住我的名字了？只是不肯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讨厌我，或者是因为就算我赢了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输赢倒在其次，我更关心的是你的目的。说吧，你来找我有什么剧情？您是要听简单的还是复杂的？随便。复杂的呢，就是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想要待在你身边，近距离的观察你。那简单的呢？简单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种种原因，我很需要你。你都这么没心没肺跟别人表白的吗？我看你还是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算了，反正你都要被开除了，实话与否已经无所谓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我考核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待在你身边吗？就当我反悔。我从来不跟居心叵测的人做交易。我哪里居心叵测了？先是公园遇到你，然后你就出现在了教室，还成了我的助教，洗了全系职员的脑，又害我被泼了一身，还需要观察我，不算居心叵测吗？洗脑是被你逼的，泼水又不是我故意的。再说了，公园里是金毛主动的，又不是我主动的，我怎么知道呀？一天天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爷爷。啊，爷爷，爷爷好。爷爷，请喝水。他叫我爷爷，不是跟您说不要来学校找我？哎，你在学校都搞师生恋了，我还能不来啊？爷爷，不是师生恋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姑娘，哎，爷爷都明白啊，但是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主，不能让社会人给耽误了前程，知道吧？嗯，爷爷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论年纪已经是正经社会人了。爷爷，请过目。呀，24了，那是应该毕业了。咦，还是金牛座，跟我们家小新还挺般配。他是那摩羯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摩羯摩羯摩羯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合个星盘看看，哎，测测姻缘。爷爷，您今天到底来干什么的呀？我给你安排了个相亲的局。我不去。你要是有女朋友了，我可以同意你不去。那您就当我有女朋友了吧。谁呀？是她。她是你女朋友？那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对呀，我叫什么名字呀，哈尼？你总不会不知道自己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吧？快说啊！新年，手机相关的新，岁岁年年的年。天哪，你终于叫我名字！爷爷，就是您看到了这个，虽然她看上去不太靠谱，但确实是我女朋友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它让给别人的，我会对季老师负责到底的。负责到底，好有魄力的小姑娘啊！好好好，相亲的事儿暂时就不提了啊。你们俩只要谈一天对象，爷爷我就消停一天。什么时候你们要不谈了，爷爷我再来搞事啊。嗯，加油！